我市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我市举办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为150间企业搭台招兵买马。有欢迎收睇头三新闻，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系每年农业工作嘅排头兵。今日上昼，我市喺督府镇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組織鋼鎮街場農辦負責人和大耕戶現場參觀了解當下農業生產的新設備、新技術。據了解，今年我市春耕水稻種植面積約54萬畝，目前全市各地已經育秧完畢，部分地區開始插秧。截至今日上午，全市將近30%的農田已經插秧完畢。會議要求各鎮街場分管農業的負責人迅速落實各項春耕生產工作，合理安排水库放水，确保在清明节前完成插秧工作。在今天的春耕生产现场会中，除了部署我市的春耕生产工作之外，还组织议会人员现场观摩机耕办田、机械插秧、秧肥同播和小型飞机喷洒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其中秧肥同播技术是首次在我省出现，省农科院将根据我市的气候、土壤特性，利用3年时间进行试验，检验该技术是否适合在我市推广使用。据了解，秧肥同播技术在湖南等地已经开始推广使用。省农科院的专家表示，实行机械一体化秧肥同播，农户在其他的时间将不需要继续施肥，有节省人工、节省肥料的特点。本台记者陈芳芬报道。为了配合春耕生产现场会的召开，今日上午我市组织农资企业在都凤举行放心农资下乡活动，让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资的时候买得放心，用得称心。我市是农业大市，农资需求量大，农资质量的优劣关系千家万户。活动中，农业技术人员、农资企业纷纷向前来观看的群众讲解农业生产技术、农资识假辨假、科学使用农资等知识，深受群众欢迎。在 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我们公司社呢就积极组织12家的省内外三证齐全、质量保证的农资厂企来参加今次的农资展示活动。其中呢，我们呢组织到34个放心化肥品牌和10个农药的放心品牌，为我们的广大农民朋友提供放心农资。活动中，除了有农资企业对农资知识和使用方法进行现场培训之外，一些农机生产厂商都在现场布置摊位并现场操作，吸引众多群众围观。农机生产厂商表示，在今日上午的活动中，他们已经签落了多个订单，近期将会把农机送到农户的手中。本台记者陈芳芬报道。今日上午，我市2015年春风行动大型劳动力招聘会气候暨合作咨询活动在市体育广场举行。今年的春风行动大型劳动力招聘会共有150多家企业参加，招聘人数约5300多人。招聘的主要岗位有制造业、电子技工、服务业等。农电门业科技有限公司是2012年落户我市水埗镇的一家专门生产核电特种设备的大型企业。今年1月，企业开始试生产，计划年内实行全面投产。今次招聘会，企业前来招聘的职位当中，不单只有技术类的工人，还有月薪过万的副总经理的职位。主要是找想找到技术型的员工，大概是招聘是20到30人左右。今天过来了解资讯的人也很多，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跟我们的要求可能是有点不是很相符，所以是实际招聘的人数是少。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前来招聘的企业较多招聘厂长、厂长助理、车间主管等管理类的岗位，还有的招聘各类工程师、技师和比如电焊工、钳工等具有一定技能的岗位。企业对普工的需求普遍比往年有所减少，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就啱啱相反，急需普工。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招一些普工，因为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普工，我们大概要50人左右。现在我们今年的工资已经涨到2500块左右，已经有500块涨幅了。
2015年春风行动系列活动，除了今日举行的大型劳动力招聘会之外，仲将陆续举办天天招聘、下乡到农村开展富裕劳动力资源调查、对城乡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帮扶和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等多个活动，促进劳动力就业。我们继续开展这个校企合作，提供一个平台，让企业啊跟我们学校、技工学校啊，就来进行一个互动，看我们企业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技术人员。农村究竟还有多少那个富裕劳动力啊，还没有转移出来就业的，我们就想搞一个普查，那个还没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啊，推荐到我们那个企业去工作。另外，今日早上，四九镇在四九公园举办企业用工现场招聘会，来自四九的35间企业提供了800多个用工岗位。本台记者林斌、刘洋，四九广播电视站报道。残疾人是社会就业的困难人群，参加今次春风行动大型劳动力招聘会的企业当中，有15间专门面向残疾人设置了就业岗位，为残疾人提供自食其力的发展平台，为春风行动又增添了一股温情的暖流。据介绍，经过有关部门的宣传发动，我市企业招聘残疾人就业的意声逐年增强。这15间企业计划招聘残疾人数量40人，而且大都是流水线普工、包装工等一线工作岗位。广东宏特精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李翠丹说，他们公司今次准备招聘5名的残疾人。李翠丹表示，公司落户台山以来，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一直注重关心公众利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所以响应有关部门的倡议，首次设立了面向残疾人的工作岗位。李翠丹还表示，公司今次设置的残疾人岗位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照顾，而是在考虑了安全生产等必要的因素之后，认为残疾人可以升任这类岗位要求，公司都会以其他员工同样的标准，一视同仁地来对待他们。然后我们觉得呢，就算是残疾人都有他们的才能，只不过是需要待发掘，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关心这方面，也都会专注翻起呢方面嘅残疾人嘅佢嘅才能同埋职业规划。我市嘅3间福利企业为今次春风行动提供咗大部分招聘残疾人岗位。市残联有关负责人介绍话，目前我市喺推动企业解决残疾人就业方面，走喺咗江门市前列。喺江门地区4个县市中，只有我市有福利企业，而且我市其他企业招收残疾人就业嘅意识都喺度逐年增强。新泰华鞋厂在去年被评定为福利企业，上年保持有近30名残疾人在岗。今次招聘会上又提供了15个残疾人工作岗位。工厂人力部负责人刘以河表示，只要企业将残疾员工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和其他人并没有不同，工厂都会继续招收残疾人上岗。工位的话都是手工啊，同埋啲流水线作业，即系包装啊，即系好简单啲工种嚟嘅。即系睇佢嘅残疾，即系有少缺陷嘅程度咯。一般佢哋即系啲手比较灵活嘅话，都可以做得到。佢自己自理能力可以嘅话就得噶啦。本台记者朱文星晓晴报道。今年嘅3月21日系我国嘅传统节气春分，都系世界森林日。三月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时节。今年我市根据2015年新一轮绿化大行动的工程建设任务分解落实，明确今年要完成的目标任务，继续抓好四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林业生态建设，重点抓好生态景观林带、森林探汇林、乡村绿化美化、森林进城卫城，以及饮用水源水库临水面第一重山商品林调整等5项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取得一定的成效。今年我市将根据2015年新一轮绿化大行动的工程建设任务，重点建设4大生态工程，即是森林探汇、生态景观林带、森林进城卫城和乡村绿化美化工程。生态景观林带建设，今年我市将继续对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生态景观林进行抚育和保植提升，建设任务88公里，面积达到5000多亩，
计划四月份完成除草、割罐、松土、扩穴、追肥等工作，十一月底前完成全部的工作并竣工验收。在目前已经开展年内林带苦肉的备耕工作。森林碳汇工程建设，根据任务要求，我市2015年碳汇林新造林建设任务面积2500几亩，建设地点在文川镇范果岗水库周边。该任务计划三月底前完成备耕工作，五月底前完成苗木种植，六月底前完成苗木保证。目前已经完成造林备耕1600亩。森林进城围城建设方面，为了做好森林进城围城工作，今年我市计划建成涌楼红岭县级森林公园一角、斗山正亨水库、港海康洞水库和上川棋盘山三个乡镇级森林公园、台城湿地公园一角，计划四月底前完成规划建设，十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目前已经开展规划建设工作。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建设方面，多年来我市一直致力完善乡村绿化美化，今年我市计划建成绿化美化乡村50个，其中省级示范点10个。按照计划，三月底前完成备耕，五月底前完成苗木种植，目前已经完成实施方案的规划设计，并完成5个乡村苗木种植任务，其余的乡村正在加紧开展备耕工作。本台记者陈芳芬报道。新闻播送完，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登录白风网www.tsbtv.tv 或者扫描关注白风网微信。稍后有白风山下，再会。广东西部沿海高速部分路段将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台山骑行观光协会成立，将组织潮人径骑行观光。